但是这个东西是法律规定一定要给你们交的，社保、住房公积金的东西很多，法律规定不能打人、不能骂人、不能什么都不行。那、法律规定有什么用呢？我告诉你，中国的法律是最没用的，这个也是没用的。我可以这样说这句话。你这句话我非常赞同，你点绝对赞同。什么买社保啊，什么公积金，这全是狗屁。老板一句话，人家喝杯酒，什么事情没有？你这句话我非常非常赞同。搞这一套。但是为什么我站在这里跟你们说这话呢？没用。不是没用，是因为你们都没有去争取。有谁是天生是会把一块会把一块饼一块肉塞到你嘴里面去的吗？天上不会掉馅饼，所有的权益要我们个人去争取。本来我是需要钱嘛，我那个时候我女孩还小，我一个人要养着。我就踏踏实实的搞着这一点，我又没文化，又没技术，而且年龄又大了，这种我这个能力，厂里面十多年了的，我也不是说那一种无理取闹啊那一种。你这种不是无理取闹，不存在这个问题，知道吧？你现在就是维护自己的权益，维护自己的尊严。我都维护不到了。维护到我们大家给你回，你看。他们从来吃过亏，但是如果为了尊严，为了生命的本体，他们可以抬起头了。我特他妈讨厌那什么呢，就是国外说好像中国人工人就是怂逼，其实你自己都知道，就是那种你妈的这次成功了我高兴，失败了下一次逮着机会我还干的那种人，这叫功利。生命可以无奈和简单，但不能没有尊严。大地从未沉默不语，只是没有听到他的声音。千百年来你的呼喊在我心间从未改变，正义自由只剩将永远流传在这人世间。生命可以无奈和简单，但不能没有尊严。大地从未沉默不语，只是没有听到他的声音。千百年来你的呼喊在我心间从未改变，正义自由只剩将永远流传在这人世间。